在处理沥器之后，往上涨到一公分之后，我们要准备用我们的拇哥要挖洞。我们可以，你可以卖，会卖。这样，这样我觉得怪怪的。甜蜜手拉配差点歪了哦！阿 K 外曼的恋爱实境秀，我们恋爱吧，一起到台南约会两天一夜，两人就像恋人般牵着手，又害羞又甜蜜。走啦！你真的，走啦！走，这样，不，我跟你讲，走的话就要一起牵着手，牵着手这样一起走瓜牛巷，走瓜牛巷，然后一定要牵着手。你好自然就牵我的手啊？没有啊？我说好吗？为什么要跟你说好？我觉得两个人感觉到了就牵。那你感觉你会知道说感觉出来我很尴尬吗？那我跟你讲，只要你觉得尴尬的话，那我们就比如说跳舞，是不是让你更尴尬？嗯，是不是让你更尴尬？这样有更尴尬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再停止跳舞，是不是就不尴尬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我们做一个更尴尬的事情，让这件事情变不尴尬，走吧。已经签了，代表我们要恋爱喽。Let's go。他就很自然啊，然后就我就很害羞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就很害羞。那你签了以后，你会发现说，糟糕了，自己心里面不想放开，就不想放开了。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已经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我已经。觉得融合在一起，我就好好厘清一下。浪漫到真真假假分不清楚，阿克威曼也合力完成陶艺品，创造属于两人爱的结晶。由下而上把它挤上来，好，有两只手的力气更大了，上面有一个尖尖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要再碰点水往里面推，让它再震动一下。好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但是就是有点干，怎么没有浪漫的感觉。好，那接下来在处理力气之后，往上涨高一公分之后，我们要准备用我们的拇哥要挖洞。我们可以，你可以卖，会卖。这样，这样我觉得怪怪的。好，开始朝向杯子。好可爱的。你怎么很喜欢？你可以，好。这形状不一样，我在塑形，我是在调戏你。好，那就还有什么可以做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害羞一下。最后在天色微暗时，两人乘坐着运河游船，浪漫指数飙到最高点。你们偶像剧都怎么演？是这样吗？是这样，然后女生躺着，这样，这样对不对？哦，这样子，这样的感觉，有没有这样？干嘛？不要怕啊。没有感觉。屁啦，你怎么没有感觉呢？你很过分我帮你按摩好了，听说你很喜欢按摩。干嘛？哇，在船上按摩，这是一个，这个我也搞不清楚是，可以吗？其实你哇，你会按摩？你会？来换我，换我帮你按摩。你很会吗？是不是？哇塞，好酸啊！你很厉害耶，当然了，分数很高哎，开玩笑。好了，好了吗？拍水了，接下来我要进行整骨的部分哦。好了吗？我这是一条龙的，没有办法停下来。救命啊！你讲啊。你说啊，就好像多了一个大哥哥啊，多了一个大哥哥，对啊，你喜欢跟大哥哥谈恋爱？